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绘本是我们的身体，宝宝的生命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开始的，爸爸和妈妈相爱了，宝宝是他们爱的结晶。随着科技现在的发展，我们可以通过专门的仪器来观察妈妈肚子里的宝宝，宝宝现在很活跃，已经会踢妈妈的肚子了。宝宝快出生了，妈妈的肚子圆鼓鼓的，因为宝宝长大了需要更多的空间，宝宝还会在妈妈的肚子里撒尿哦。预产期到了，天气多么晴凉，阳光多么明媚，真是个好日子。宝宝也做好准备了，他马上要钻出妈妈的肚子了，宝宝的头已经出来了，妈妈也会让肺部的肌肉用力，使宝宝顺利出生。宝宝顺利出生了，第一次靠自己的鼻子呼吸，宝宝觉得很难受，因此大声地啼哭。